散步。其实我看不太懂他的地图，也不用看，反正你看不懂。就顺顺走吧。连叶子都是刺，所以你要连踏上去他都不敢踏哈。哦，这个我跟你讲哈，这是台湾特有种，有上过我的课应该知道，这叫做什么？凤蝶啊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好多叶子啊。开始芒草了。哇，芒草很多。哇，芒草哦。山南这样很漂亮，这边就以前矿区是不是？对啊，它岩壁才是这样子，真的还不错哈，很特别，蛮酷的哈。这边如果天气好来，一定更漂亮。应该都黄黄的这样。还有前面有篱笆，还好啦，这还是有点哈，朦胧美。另外一种美啊。错。这里哦，也是会滑的哦。本坑道竖井已经封闭。已经封闭了。哦，好吧。你应该封起来了，应该是往下的吧。你闻，不是硫磺吧？铁吧？金属味，重金属的味道。铁味吧？有点，对了，有点铁锈味。铁锈味。对啊。不错的地方。不错吧？不错吧？不错的地方，轻松。这就是你的路线，对对对，你的 style。亮一点的，对啊，这边海景步道了啊，不过看不到海。对啊，天气啊，这边突然晒，有啦，看到一点点这边，海哟，是海吗？海，对啊，海的那个海浪啊，一点点，是海浪吗？对啊，是海浪，一点点，白白那个，那不防住吗？没关系啊，看得到一点点，对，看蛮好的。走吧。你看那个高高的那个这个地方，茶壶山，嗯，对，有没有看到茶壶山像不像茶壶？这边看就有点像，有没有？有一个壶嘴，有没有？其实还好，就那个嘴像而已啊，就有个嘴啊，壶嘴啊，对啊。那个劝济堂，那个啊，小屋顶吗？对啊，这个就劝济堂啊，这个，哪个？这个啊，就是那个黄色屋顶那个啊，那上面很多车，有没有？哦，那个就是抱石山停车场，
豹山就走路五分钟就到了，五堤海景有没有？哦，有没有？上次带你们去的、啊。有。对啊，那边就黄金神社下面，下面这边就茶壶山，这边是茶壶山。好，走。在哪？这里。所以说我们在哪？我们现在这边下切到这边，可是等下是要回来啊，要回来停车的地方啊。这有一条路啊，从黄金神社啊，不是黄金神社，黄金博物馆。哦。对啊。对啊，就是、所以我们先绕去黄金神社，再回去黄金。我现在直接。没有绕啊。直接去吧。走啦，直接走就对了。路突然变小条喽。幽默是我穿布鞋、啊。对啊。应该还好啦，小。你自己选的哦，今天不干我的事哦。这个路好熟悉的那种原始感啊。对啊，没有走路啊。没有啦，你看这有人走上来啊，只是比较滑一点，湿湿的。还好，就干了一小段。山神社，还有个鹿头，对啊，嗯，跳起来哦，哦，今天比较风，一点点，今天完全没风哎，哦，还好没有太阳。今天是你选的、哦？没有，我想说这个是还蛮平坦的步道，蛮平坦的、啊。我们后来还在走楼梯，奇怪，我看到明明就是平坦的路啊。本山五坑出坑口。哦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。封闭日期今天几号？今天11月22日。对啊，就是明天。哦，明天。所以明天就不能来，明天就不能来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运气还不错。封这一段啊。封这一段。不是，就是你下来就下不来，就是上就上不去了。对啊，就是你要分两个点的啦。金集合处可以掏金体验，矿坑啊，体验的哦。香菇吗？居然长成香菇？为什么只有这颗满满都是？其他都没有。对啊，为什么只有这颗有？这是台车步道哎。对啊，哇。这边的路就没人了。哇，你看它有那个绞盘，已经废弃了，上去都没有路了。这边都已经荒废了。哟，小心毒蜂毒蛇，好恐怖哦！
为什么是上坡？对啊，因为我们要上坡啊。我们刚一路都下来，当然要上坡啊。万一为嘞？对啊，这边啊。确定啊？对啊。走错路我开心哦。你自己选的路哦。是你选的。我选的，我是带你走。好了，走了。蛮轻松的啊，现在这样很硬吗？那么轻松，拜托好不好？不喜欢上坡。哎，我怎么感觉这条路只有我们两个走？对啊。你选的路哦。屁啦，我明明选到黄金国，那个到游客中心到。你总要回程吧？回程黄金那边看到、啊。你又不走原路。是你不走原路的、欸，是那个问题啊。走原路当然就又步道啦。是啊，你这路也太奇怪了。哦，本来也是第一次走哦。哦，这是你自己整到自己哦。这根树，这根树，就这样。哦，还有、哦，蛮长的哦。这边是以前职员宿舍啊，这一区啊，这个滑哦，对啊，其实还好啦，上去比较不滑，下来可能比较滑，下来有个重心，难怪都没人走，这条路都没人走，哦，你说才走100哦，刚跑100，现在700啊，对啊，哇，这是超绿的，它不过也很滑。碎石坡的路、欸，哇！为什么是滑动路啊？啊，酷！碎石坡。我觉得我在讲走滑滑坡，我好想戳你屁股哦。没礼貌。我今天上山散步的。你登山杖先还我。不要、啊，我今天来散步的、欸，怎么变成爬山了？戳了。好啦，自己研究的哦，不关我的事哦。啊、我自动导航就走这种路啊，那怎么办？整片都看黑的这样，哇，它应该有写吧？那告示牌应该有写，去看一下。好喘啊、哦，喘哈、哦！来看一下，黑肉坪，黑肉坪，哎，黑肉坪，采砂金的地方，后称黑肉坪，废石场，称为废石场。不要的倒在这里啊！哦，低品位的矿石，就是高品位的被送去提炼，所以这边是低品位的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这边也蛮漂亮的啊。真的有洞，真的有洞，你看，大家看不到很里面。吊井，吊，哦，所以它应该是很深的、啊、哦。树井的功能，吊一些工具。走。哇、哦、哇，那青苔变白色了。你看，这样探险一条新的路径也不错。这个好像就接到，哎、欸，这好像接到刚刚入口的地方。看一下是不是，好像在这里。接到了吗？嗯。这么快？对啊。真的啊。接到了，就这里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我们刚刚从这边上去的啊。对啊。哎呀，绕一圈啊。到了。你看。到了。OK 的。啊，这路就轻松。后面的500块。这个轻松的路。对啊，后面的500就是。哎，到了耶！耶！有这么惊喜啊？有啊，刚才走不到两分钟就到了，有点惊讶哦。算了，差不多这样差不多了。轻松，愉快。
这样可以啦，对不对？还好，因为没下雨，你看。我来了。有没有看到差点摔车的样子？我没有看到。他对我笑了一下。对啊，喝到了。耶。6:02K。上次有一次来象鼻岩吃什么小卷，是米粉还是什么？好像是吃那个鲨鱼羹啊，旗鱼羹。哎呀，这边有间金翼啊，要吃金翼啊，要吃金翼。哈哈，哇，那名字取得那么好记啊。前面还有间长荣啊，长荣型的就没特色了。好了，认真选一下啊。认真选一下，阿华，阿华，啊，应该都有吧，不晓得，那还是要吃这个。塞车啊！